哎呦，好肥呀、啊！这条，这条做酸菜鱼嘎嘎的，伙食很好啊。这两条大了嘿。哎，兄弟，收地笼了、上货没？对啊，我刚来。你这个地笼准备是装什么的？地笼肯定是装鱼货的呀，不装鱼货那还装什么？那这里面都有什么货啊？这里面我什么货都装过。啊？有大货不？甲鱼那些？那甲鱼肯定有啊，前一段时间我刚装到一个4斤多的。哦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这样行不？一会儿你放完了地笼后，我在你旁边放几个笼子嘞。说什么？在我旁边放？这是我家的塘，在我旁边放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家的鱼塘是吧？那这个鱼塘包给我，你看可不可以？我把直接把水给它抽掉，看里面有没有货。包给你，那你给我多少钱？一般这种荒塘啊，我一般都是出个100-200，你这个鱼塘我直接给200块。两百？这是活在80年代吧，200块钱，这甲鱼都买的。荒塘了，你丢在这里就平时也没啥用，对吧？这个荒塘已经几十年没干过嘞。兄弟，你看这个鱼塘这么黄，里面有多少货我也不知道。要不你出个价格合适我就走了，至少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，荒塘这么贵不？平时我家里那些上的货七七八八的吃都吃不完，上次还上了一个4斤多的甲鱼。哎，便宜点，600行吧？600？那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事。1分钱都不少吧？那肯定少不了。1000就1000，1000就1000，兄弟，好吧，别嫌弃我了，1000一千。那个，你这个地笼也不要下了哈。我看一下，我明天要是上货上的多，我直接给你整个大货吃。跟你说，这个塘已经十几年没有干过了。你知道鱼货里面有多少吗？上次有很多人来这里放，我家里还有人天天在这里看着，不让别人放。这样子吧，来，兄弟，1000号。我跟你说，平时外面涨大水会冲进来很多货。那意思是我不会亏了？那肯定是不会亏的了。啊，你明天等我好消息，你地笼不带回去啊？那你在这里弄吧。哎，那我先拿回家。啊。明天我上的多，给你这两个大家伙吃，好吧？兄弟们，1000块钱成功拿下之后，这个荒塘正常啊，咱是出不了这么高的价格。主要是看到堂主自己都在这放地笼，说早几天还上了一个4斤多的大甲鱼，平时家里黄鳝都吃不完，咱这个鱼塘啊不放地笼了，直接给它抽干，看里面到底有啥货。这西瓜怎么长这样啊？哎。你是不是经常包鱼塘的那个小飞哥啊？是我呀，你是我粉丝吗？我之前还挺喜欢看你视频的，觉得你真实，信了你打的那些游戏广告，我下载了根本领不到手机啊！你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你就别想走。不可能啊，我好多粉丝都在左下角云上大陆领到了，我帮你看看什么问题。对呀、啊，我这台也是在飞哥左下角领的。你看哪里有手机领取界面？我注册了啥也没有，只有你们博主能领吧？哪能啊，就是为了回馈粉丝给大家准备的链接。这大哥好像下错了。你不是我这下的吧？你从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云商大陆试试，真能免费领到最新款。那你别走，我下完当面给你看。哎，这上面真的有领取界面，不过我的怎么是 iPad？ 这是新用户才有的专属福利，选择型号立马发货。最近有不良商家乱剪辑视频挂骗人游戏，但我左下角云商大陆确实能领，只要认准视频是我小飞哥左下角挂的链接就能免费领。小飞哥我们也能领吗？通通安排，我要让兄弟多多支持你，你先忙。兄弟们，咱这个鱼塘哦，水一抽干哦，跟咱预期的一样，里面鱼哦好像就没几条。看到鱼了吧？我看到黑鱼了。黑鱼这么大，这么大一条。对，先把那黑鱼逮上来，好像是有一两个，有个红鲤鱼。这鱼塘哦，应该还挺深的，没荒废以前哦，里面应该这里面哦，150到200斤鱼是能养的。哎，你不是最喜欢鲫鱼吗？哎，这条，这玩意真能串。哦，好猛啊！哎呦，你看这颜色。哎呦，好猛！黑鱼一条，是的。哎，鲫鱼，哇！这鱼颜色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呀，咱一走，水直接浑掉了，这鱼就不好找了。旁边直接找货吧。一会儿再回来找鱼。飞哥，我 iPad Pro 这么快就发货了，快吧！屏幕前的大家也认准我小飞哥左下角，别的剪辑号推荐的链接不一定是真的，左下角云商大陆绝对靠谱，放心下载。飞哥只玩真实。这个鱼塘哦，花了1000块钱，正常这种荒废的鱼塘哦，200-300块就搞定了。1000？为什么花1000块钱包这个？主要是我跟着堂主在那放地笼，他跟我讲哦，早几天抓了个4斤多的甲鱼，一般能放一个哦。
还有第二个。哎，帮我看好哈。千块钱，好多甲鱼。好多甲鱼啊，看大小了，大的话就也不要几个。哎，只要不出大哥哈，不出六子都不花。来、啊，来，皇上吧，您先找。不是，这泥巴一定乱。哎，来，往里面钻，上货。上货，这个一扎着。来，放过来，看老不老。甲鱼哈，大不是关键。来，八只虎，六年以上，颜色比较淡，还没连起来，六年左右的，两斤半。现在的话应该是个150左右。150，可以，多来几批回来了。哎，也快的哈。你怕六级吧？我怕。怕呀。哎，龟，小龟。这个的话80不值钱，20-30，越来越便宜了。啥？拿、啊！我来这个。我这个。这玩意得看清楚哦，这种淤泥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，按住！我来，这条好肥了。叔叔，我又开了两条吧。哎呦，好肥呀、啊！这条做酸菜鱼，嘎嘎的，伙食很好啊。这两条大了，嘿，可以，绝对不舍得卖啊，自己吃了。我说我也吃了两条很大的了。可以。哎，还有这样的。啊，哎，嘿，今天没有白带你来，这次可以。是吧？看老不老？你看，这次比刚刚那只老。这只有点老了，个头也大一些，上3斤了，200来块钱。三百七。对，里面还是有货的，黑鱼算钱了吧？那两条黑鱼哦，你别说，卖个50。50啊？不卖，我们自己吃。自己吃啊？哎，来，这里。小龟。对，往上跑嘛，退水受到惊吓。不值钱，年纪很老，你看在外面待久了，看他的腹部变成这样了，生锈了一样。观赏用的，有动静，哎，你在下面有动静。哎，在动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甲鱼，好像不是这个，还有一个。对，还有。哎呦，水，搞点水给我。刚那水，这个是白虎吧？应该是白虎，指甲好锋利，你看它的头。白虎，看一下，咱用水洗一下，看一代还是二代的灰指甲。好凶，小甲鱼就是这么凶。哇！对外货了。我有。50，别看小。这个小子50块钱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在一起。亲妹的。哎。哦，这只不老，对，3年的，颜色都有点不对，应该是哪里跑进来的？你看，这就是嫩甲鱼，几十块钱。刚刚就370，现在才400，啊？370？你假装算得很那个，你别算了哈，我等下自己上去算。
哎，那个声音，这块。来，在这。哦。这个又是多小的，太肥了。哎，好肥，这只还挺肥的，这个。几十块钱。好，等下我自己上去算哈，别算了。怪不得堂主天天说能东西吃不完。这里在种泥巴草，这个有点大了。好大，这只还想往下钻，这又是咋子？看老不老？四五年的，200不到吧？快会不会了？我估计这次也会。他们哈，像这种我们刚喝完的水塘哈，它受到惊吓就会往旁边的杂草里面钻，所以哦，我们绕着这个鱼塘给它整一圈。石头，这个声音，硬是石头，软是沙哈，不软不硬才是它。好了，我明天再给我知道吧。里面吗？对，就在这里面有。来，哇！哎呦，我来哥，哇，好大，好大，别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是大的，练起来，老不老？哎呦，这很厚实，这不用看，一个是看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鲶鱼，那不是黑鱼，啊、不是黑鱼，是啊，鲶鱼，一个是看骨骼，第二个手感。卡住它鸽子窝里面全是感觉腱子肉一样，这应该是鲶鱼。啊，这是鲶鱼。哦，小心！六根自己。哎，六根也的。对，今天又没有白带你来啊！哎呦！哎呦，呸！东西，我是个黑鱼，这是一定是黑鱼。哇！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三条黑鱼。1000块钱太值了。太值了？对。应该是赚钱了。对。哎。你看这鲫鱼的颜色，青色的。哦，找了一圈，上去看看收获。我发现哦，这种荒塘比较适合我，又是赚钱的一天。1000块钱包下的荒废的鱼塘哦，上的货都在这里了，洗干净给大家看一下。赚钱啦！咱哦，生怕里面好多鱼哦，还准备了两大桶水。耶，跑了！哎，黑鱼。哎呦！来，货都在这了。哦，快！快跑了一个！呀，白白胖胖，飞哥，你看这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算四个吧，四个大货。还有几个灰指甲，灰指甲是什么呢？它父母是外面跑进来的，但是在外面产的蛋，它自己外面孵化出来的，这玩意比较值钱一点，我估计1500-600块钱是值的。所以说，有机会啊，咱一定要整荒塘，这鱼塘适合我，我发现。对。走，回家。就是赚钱的一天，走。